11月21日晚，杨幂工作室官方微博曝光两张杨幂旧照，并称突然发出几个月之前的日常。照片中杨幂身穿玫红色上衣，戴着黑色棒球帽，长发披肩，黑框眼镜遮面，穿着红色的拖鞋，坐在地板上单手托腮，素颜皮肤白皙，静静地看着远方，文艺范儿十足。照片曝光后，网友纷纷围观并留言称，工作室也跟着杨幂学坏了，发日常都不发全脸，给工作室鸡腿。文艺蜜回归，日常也这么有范儿。搜狐视频娱乐播报整理报道。